做，唔緊要啦，無補於事個彈走咗，越飛。OK， 哇，好開心今日啊，嚟咗 Gigi 嘅演唱會，係我個人嘅第一次演唱會。第一次演唱會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18歲。真的很羨慕你18歲就開自己的第一個個人的演唱會，是不是很犀利，很值得在現場看到一位出了兩年多的歌手，然後就已經踏上舞台開自己個人演唱會。我剛才在後台一直聽你唱歌，為什麼這樣？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聽是有點不同，因為我是聽著耳機更加慘了。不是，我想告訴你很好聽，我很享受，我非常享受，我由開場一路聽，我真的覺得是很值得我們去支持。你除了唱歌的樣子很可愛之外，其實你說話的個樣子更可愛。是嗎？因為我你剛才採訪的時候，你的同事都在說啊，佢咧好緊張，唔係好識講嘢。哇，你講咗好多嘢喎，今日係我人生第一次講咁多嘢，所以咧我啱啱嗰啲咩大家或者你我都撈亂曬啊。但係好可愛啊，係咪？大家中唔中意呢個 Gigi 先？我之前翻唱過你嘅歌曲，包括有呢一首啦，同埋短髮。我今次終於可以見到真人，大家羨唔羨慕？點解你咁中意唱嗰啲你出世之前嘅歌？嗰啲歌對我嚟講都係新歌。對，咁你又講得冇錯嘅。呢一啲歌咧都係一啲經典歌啦。咁但係我覺得由你重新去演繹出嚟咧，就真係變咗首新歌。多謝你翻唱我哋嘅歌，新歌謝。同埋咧，我發覺 Gigi 嘅 fans 咧，我以為咧會好多小朋友，因為你都本身好細個。咁但係唔係喎，見到好多媽媽爸爸入。我哋真的很想生一個好似你咁叻嘅女啊！又可愛啦，係咪咁講啊？啲爸爸媽媽，我哋跳開呢個話題。同埋，我有一樣嘢想送俾你，係因為咧，我知道你好中意做陶瓷，係咁，所以咧，我就準備咗一個禮物，就希望同埋呢一封信。不過呢封信可以翻去先拆開，先拆開啊！多謝你。呢個係個圍裙嚟㗎。有一個圍裙刺繡住你的名字，同埋一個星球。哇！多謝，其實你都可以用喎，你都幾中意。咁但係咧，呢個係我冇著過，呢個係我第一次見。啊！你再講我都唔可以啊！係咪我你 fans 都話都著過好喎？呢個係真係特別整出嚟嘅，因為出面係唔會有呢一件圍裙嘅。咁所以多謝你 ，thank you。希望你可以見到佢嘅時候都係諗。即是我做陶瓷一路拉着个杯就想起另一位 Gigi， 很浪漫啊呢件事。好啦，好，接住落嚟交个台俾你，好，希望大家可以鍾意。